家好，欢迎回到雨爸咸蛋超人频道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要来做一道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菜色——木薯叶咖哩木薯叶。木薯叶呢，在马来西亚呢非常常见。以前呢，我们在小时候呢，非常家里没有什么钱啊，我们通常会在家里的旁边呢种了很多木薯，然后它的叶子呢，像这些嫩叶呢，我们都会采下来煮咖哩来吃，非常好吃的。然后它的这个木薯的根茎呢，也可以拿来吃。今天我们要煮的，我们煮这个咖哩叶来吃。我们要采摘的呢，就是这种木薯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嫩叶。这个嫩叶呢，我们这样子采摘下来，等一下就可以煮咖哩叶吃了，非常好吃的。
再搅搅一下。小时候，我们家里没有钱，所以呢，就时常跑到山里呢，或者路边呢，采摘一些野菜，煮来吃。虽然是很简单的一道菜，但是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回忆。简简单单的处理，也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随便用一碗一些菜呢，就来配一大碗饭。